新品上市、营销活动、重大节日和人生大事等重要节点，不知该如何在微博进行宣传？没关系，粉条君教你用粉丝头条做推广。粉丝头条依托于微博海量用户和社交关系，并通过原生的展现形态，将宣传内容友好融入目标受众微博的信息流，具有覆盖广、精度高、互动强、易使用四大特点，可以轻松助您玩转微博粉丝经济。粉丝头条分为三大产品：图文头条、方上头条、账号头条。图文头条可以将您的博文置顶在粉丝信息流，使自己的粉丝打开微博第一眼就能看到这条微博。同时，您还可以将博文展示在非自己粉丝以外的其他的微博信息流显著位置，吸引更多目标用户互动和关注，能将博文推广给与自己有社交关系及互动行为的更多潜在用户。能利用性别、地域、兴趣和人生状态等多重定向，精准寻找目标用户。还可以推广给指定账号粉丝相似的用户，以及投放给指定商圈的用户，精准扩大传播范围，让信息无死角。您还可以帮他人上头条，利用帮上头条将他人的博文置顶在其粉丝信息流，同时利用帮上头条独有的冠名功能，将您的微博昵称展示给目标用户。借助明星、大 V 的影响力，宣传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账号头条是通过精准算法将您的账号推荐给最有可能关注您的微博用户，真实有效地提升您的粉丝数，快速获得大量优质活跃粉丝。在微博中点击粉丝头条，即可进入产品主页查看更多详细情况。更多精彩活动和营销秘籍，请关注@粉丝头条官方微博。